给小碗一样。面面呢？面面什么海龟粥？哇，这个面面实在是太好吃啦！哇，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，哇，都满出来了。那是满满的猪大肠、猪血，哦，猪血汤，猪血汤，可以帮你吗？哇，可以帮你淋一点在豆腐上，可以帮你吗？不用在这里，因为豆腐看起来很，哇，还有卤豆腐，哇，还有白菜卤这么大碗，还有猪血汤，哇，看这碗真的是呆死地呀！哦，现在不要加西谢谢老师，真的是太好吃啦！哇，如果来台湾，我请你们吃这个。喂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哇，这个卤肉我看得都超想吃的。这个肉肉，你看连小孩都赞不绝口哎，啊，还有这个是那个炒面，还有炒米粉，叫做综合炒，炒在一起，然后还有一个干面嘛哦，哇，你看这个小孩很喜欢吃，超好吃的耶。还有东西可以吃。再看一下这块控肉，实在是太夸张。妈妈，我想再一个。很想再一个吗？嗯。哦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吃啦，太好吃啦。